REMAX Real 房地产 Tony 来，帮你最短时间买卖得最好价钱，最少麻烦得最肯聆听，荣获 REMAX Real 房地产白金地产会大奖。 Tony 来是你地产的 Super Guy。哇，你看到了啊，这个文丽是不是有眼福？刚才这个就真的就已经说了啊，很羡慕你，很羡慕我们，他们刚做好了我们就出现了。哎，其实刚才我们这个 Anson 啊给我们做的这是微智哈，就蛮特别的。为什么叫微智呢？微智就是在特别的材料上做出来的苏洗，完了用火枪喷一下，让它产生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哦，因为所有的这种鱼片都是比较肥美的，它有很多油脂在里面，所以这是蛮特色的一个那个。我们看到两位我们的来宾啊，是来自我们铁火日本料理的 Anson 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日本料理师傅，还有位 Shaw 啦，再次欢迎两位。早上好，欢迎。这个微智啊，是不是属于非常特色的这个？对，属于新派日本料理的。这新派是怎么讲？就是传统的日本料理没有这道东西。对。那是不是任何的这个料理都可以做这个微智呢？不，这个倒不是，就是因为它取决于不同鱼片的哪一个部位，比如这个部位比较肥美，那么我们可以做微智。哦。但是如果它比较瘦的话，烤了之后会很干，就不好了。它有这个讲究的啊。对。所以刚才只是鱼烤了一下，其他的像这个鱿鱼也会烤了一下，有点焦，因为如果不烤的话，鱿鱼会比较黏。有一点点黏的感觉，但是烤完之后就是比较脆的感觉。哦，我们看到我们铁火整个这个品种啊，包括这个菜品非常的这个繁多了，非常漂亮。那其实我们知道，现在咱们多伦多的这个寿司店啊、料理店也蛮多的。是，咱们铁火的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特点在哪里？现在我们走的路线就是，基于传统的基础上，完了做创新。我们首先我们不做那个就是做适合各种人群的东西，比如说传统的我们全都有，但是创新的我们也有，比如说特别的卷，今天我又给大家带了一套特别的卷，这也是我们创新的一部分。对，来马上给我们现场来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是什么卷呢？是什么卷？是一条比较健康的卷，因为现在大家崇尚健康嘛，叫做菠菜卷。菠菜卷，菠菜咱们在家居超里面对好处非常大，大力吗？首先，肌肉还有铁，都差不多说了，因为看到吃的嘴已经张不开了。牛油果、一定要的。对，这个菠菜实际上是已经提前做好一点处理了，是吧？这个菠菜我们用那个柴鱼高汤煮过。柴鱼高汤。对，日本的一种高汤煮过，因为它会为什么要煮过呢？煮的目的就是要它里面含草酸钙嘛。含草酸就是和人体结合，会有那种涩的感觉，就是因为它草酸钙的原因。但是煮完之后，一个是给它增加味道，再一个就是去它的草酸。对。好了，看见饭团压上去，这个处理办法都是像是紫菜卷嘛。对。我们到时候都会在现场，就是在我们对铁火店现场会做，现场会做。我们就是即点即做，就点完了之后我们马上做。你们开业了多长时间了？现在已经这是我的一家新店。这是你的新店？对对，新店我们刚开张两个多月，所以现在还在做 promotion。非常棒。我母亲节都会有 promotion， 把菠菜卷在里面。OK， 完了之后还有什么呢？还有牛油果。牛油果怎么呢？一转，这专业的就是跟业余的不一样。我一直在琢磨他怎么把它弄出来。这个很简单，已经有这个要处理过了。对呀、那这个菠菜卷，传统的这个日本料理里面也有这道传统的日本料理它很没有。但是我们结合北美的做法，因为北美的做法和日本普通本地的做法是有点不同。结合当地。比如说牛油果的用法在日本很少，但是主要是在北美其他地方。像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卷啊什么之类的，都会说从牛油果。对对对。但实际上在日本倒并不是这样啊。就结合这边的人的这个口味啊，生活习惯啊。我看安森把这个很漂亮啊，直接这么铺上去，好像跟普通我们看到这个卷的做法不太一样。对。那为什么是要这样呢？这个是就是增加它的美观，而且它会这样会铺的多一点嘛。因为卷进去的东西是比较有限的。OK。然后呢？还要做什么？还有什么手续？
然后我们的这个保鲜膜是吧，给它要要卷起来，要压实一下吗？对，今天有点忘记带那个竹帘了。哦，竹帘，嗯嗯，这个压实一下。我们通常要竹帘裹起来来。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我过来是忘了，要把它压实一点。哎，现场直接把这个包毛都啊都切开了，哎，哎呵，看着就是很有食欲啊！你看到没？这颜色，难道是因为你饿了吗？我饿了，嗯，我饿不饿？本身的猪蹄也好，看着也好吃，对呀，特别好吃啊，哦！这就摆上了。OK， 哎，我们看到，非常健康啊，中间是菠菜，对，非常健康。嗯，对。那我一定要再尝一下。嗯，那肯定了。这个不敢吃，最后就要怕吃了，最后我们还有一种特殊的酱汁在上面。哦，是什么特殊酱汁？这是个芝麻酱。芝麻酱，芝麻酱，但是是用日本的一些 sauce 调的，比如有味淋呐，有一些东西调成。这是你们自制的，就是其他的地方也是没有这种的。其他地方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啊。我看它上面撒，刚才撒了有这个芝麻啊。哇，是这个酱搭配这种卷是最好的，还是说你会把这个酱用到其他不同的卷里，或者都会有这种酱吗？基本上这个酱只搭配这个卷，只搭配这个卷。对，哦，我们专门做这种酱来搭配这个菠菜卷。哦，对，真是。哎呀，我也要尝尝。来，谢谢谢谢，就等着这一就上手了呀，这手都不干净。没问题，对不起了。现场一片这个惊呼声啊，很开心。对不起了啊，没关系啊，现在可以一起来尝，怎么样？菠菜有点脆脆的感觉，非常好吗？口没有，借你的口再来用一下。说不成话。哇！所以我就先不吃了，我要再吃了，两个人都没法说话了啊。非常鲜，我觉得这个芝麻呀，它这个提味提得非常好。嗯。因为平时我们吃的这个酥脆里面，它只带那个芝麻粒。嗯哼。它这个芝麻酱在里面以后，它就味道就是更加的鲜美。嗯。真很好。还非常棒，而且菠菜脆脆的是吧？对，刚才我看到你们这个单子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价钱也非常的好，你给我们能说一下你们这个价钱，比如说去了是它的这个方式是？对啊，最近刚才提到的呀，还是以这种形式啊？母亲节还有 promotion 啊？对啊，给我们提一下。我们母亲节会有15% discount。哦，所有的菜品都会有15% 15%，除了 lunch special， 因为 lunch special 我们 set up 很便宜的价格。嗯，首先是针对很多 office 的人，对他们上班啊，他们有一定的 budget 吃 lunch， 所以我们 set up 很便宜，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吃饱，所以我们在卷物上面还有炒饭呀，还有汤啊，还有 salad， 所以搭配的很全面。我看到这 lunch combo 啊，整个的量很大，基本上都是10块、11块钱左右。嗯，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反面两个人都够吃。对，我觉得也是，你看量非常的大。我们反面很便宜，还有 lunch 的这个6-7块钱便当式的这个便当 combo 啊，非常棒，而且6-7块钱都好了。一共提供17种 lunch special。哦，17种。对，伟力刚才这个菠菜，刚才说是用什么处理过的，用什么汁儿？这个菠菜用那个柴鱼高汤。柴鱼高汤，那这菠菜吃出来了没有？有没有涩味儿？活的跟枣全咽下去，就光尝这个芝麻香味儿。看我说你那个饿了吗？哎呀，非常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地址啊，有电话416-496-2685。其实这个 Five More 对面呢，在帕克沃非常方便，可以去查询，也可以查询啊。我们现在马上是要告一段落了，不是因为这个时间不够，关键是有人马上冲进来要抢着在吃，大家都来品尝一下。好了，非常谢谢安仔，谢谢两位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一会儿。